北京时间10月23日，数据网站 Club World Ranking 更新了最新一期世界足坛教练排名。巴萨主帅巴尔韦德第一，权健新帅孙康熙世界排名第23，为亚洲最高。马竞主帅西蒙尼第二，巴西球会格雷米奥主帅高桥第三。前三位排名与上期一致，虽然齐达内已经赋闲在家，但他的排名从第五升至第四，和床教练加拉多从第四降至第五位。尤文主帅埃莱格里排名第六，利物浦主帅克洛普从第九升至第八，前拜仁主帅海因克斯从第七降至第九，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从第11降至第12，曼联主帅莫里尼奥排名第14，切尔西主帅萨里从第20升至第18，阿森纳主帅埃梅里从第17跌至第20，拜仁主帅科瓦奇排名第36，赋闲在家的温格排名第38，国米主帅斯帕莱蒂排名第42位，带领皇马战绩不佳的洛佩特吉仅仅排在第271位。不过比上一期排名还上升了三位。中朝方面，卡纳瓦罗从第64位升至第57位，位居中朝第一，佩雷拉第63，他们是仅有的进入前100的中朝主帅。前恒大主帅斯科拉里排名第53，前鲁能主帅梅内格斯排名第11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北主帅也被认为是权健下赛季新帅的孙康熙，在亚洲排名第一，排名从第25位升至第23位。